老妈，老妈，嗨，看我妈妈在打扫卫生。哎，老爸，老爹，你在那干嘛呀？你捡哪个爪子啊？给钩子装点。你今天成两节啊？三节，咋的？给我，哎呦呦呦！我噔噔噔，你看我已经回老家的，我已经回老家十多天了。这是我妈妈今年一年在家修的房子，我把我的两条狗都带回来了。你看这条麻雀，它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窝，就在这个楼梯口的下面睡觉，好凶，好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了。这段时间我回老家了，我回来了有十多天了吧，因为我们这儿信号非常非常的不好，不要说有4G、5G 信号了，就连2G 信号都没有，特别是电信的。因为我用的这张传视频的卡就是电信的卡，所以一直没信号。去年疫情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都待在家里吗？然后我妈妈待在家里面了好几天，她就觉得好难受啊，她就跟我哥哥说她想回农村生活了，然后就硬叫我哥哥在农村给她修了房子。所以说这一栋大大的房子就是我妈妈让我哥哥帮她修的房子。修房子有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我们这儿又是乡下，每天有很多工人，我妈妈要给他们做饭，又要打扫一些卫生，所以说我就提前回来帮他了。就在这前面的十多二十天里面，我每天就是帮他做饭，每天因为有很多工人做这个做那的，昨天基本上就全部结束了。我昨天也是和我妈妈打扫了一天卫生，今天继续打扫。我现在来把这个下面的客厅把这个灰尘给吸一下。哎，用得着，用那个把棉絮，用个棉絮就好。棉絮不太粘。粘得住不会。粉呢？你把粉撑了，你把你那往你那边粉。你那边排队啊？我来丢了。我这边还是很长啊。今天晚上就搬下来睡了啊。你就在房子睡吧。这个要
隔着空气它才暖和，就是不要压到上面，压死了它反而不暖和。你两个玻璃关掉的嘛是？人家是还很力气的。你拖都没拖住。是我不拖都知道了。妈妈。哦。所以多。原来的人好蠢呐，还有那么个宅宅的。我发现这个才蠢呢，只有一个，这儿还一个，中间一个就行了。原来是老师。不是啊，不是哎，你不是跟那个房子那里越走越走。你宽很了嘛。结束了十几天，今天终于不用去让你睡了。啊，还是我这个被睡得舒服。捡起来看。